不算啊。又掉到了。为什么要放在他的嘴巴里面？那是快结巴的人要打屁屁哦。哇，还有几只呢？还有几只鱼呢？耶，哇塞，嗯。嘟嘟嘟！哇，妈妈又掉走了，耶！噔噔噔噔噔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啊，怎么他嘴巴一进一过去，他就嘴巴关起来了？哇！哎呀！糟糕，吴新义又掉到一只，妈妈落后了。哎，怎么把人家先推开了、啊？怎么可以把人家的钓竿推开？啊，你们两个人在抢那一只啊，在抢那个粉红色的鱼。吴新义可以用手啦。啊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哎，怎么一直用手？到底是谁犯规啊？